虚拟实战 Duo Otters， 三个游戏两层难度关卡，考验参赛者的灵活度、反应力以及逻辑力。Are you ready? Let's go challenge！ 恭喜黄队，恭喜两位。这个所谓的私厨啊，或者说私人宴会啊，嗯，就可以找他们二位啊。对，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像早期的结婚可能都是去喜宴场合，对，可是现代的人会自己找场地，然后找这种专业的这种私厨办 party。对，嗯，哦，不过这既然这样讲，你们的竞争力在哪里 ？Victor 说一下。我觉得我们竞争力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每次接案子，其实第一个他会跟就是业主要跟沟通，对，沟通开会，对，然后基本上就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然，然后再把我们的专业放进去，然后我们在协调之后呢，在我们执行的时候，就比如说活动当天，那其实宾客呢。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做菜的时候，有点互动，还可以自己做，一起玩了。他看我们做，他看我们做，吓我一跳，可是还要自己做。一般不是都是就是你们在厨房做好，然后来就是把菜给端上去，对呀、啊，上菜而已。你们还要在现场 cooking 吗？其实因为其实我蛮多的时候是开放式的厨房 ，open kitchen， 那就跟别人很不一样的耶。所以说有些人比如说晚上是6点钟的 party，但是他们可能姐妹淘想要先来。暖场喝个小酒一下，他们4点就来了，所以那些他们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2小时里面就很随意的看我们在做一些前置的工作，挺好的，学到一些东西。对啊，还可以顺便就是学到一些你们的这个料理的方法嘛、手段这样子，所以这是很好的，就又可以吃又可以学习，又可以看那么帅的主厨被表演呢。可是女朋友在旁边啊，女朋友哎，对也对，有时候不会出席，他有时候不会出席哦，该避的时候避一下哦，这个可是天菜大厨啊，你看看，真的。而且听说你的料理呢，也是很着重在就是每一个人看完都可以回家自己做，对不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平常我也会教课，那是我学生就说他觉得他上很多料理课最大的特色就是说我教了他们回去可以做，因为是听得懂的，简单的，是然后容易取得材料。哎，这个好，很重要。所以你看，他不只是办 party， 他还是个老师。对。那您拿手的风格料理是哪一种？其实因为我本身对于原味食物跟在地食物其实是很喜欢。现在都讲究要在地食材，碳足迹比较短一点。对。那原因是因为我基本上是不吃味精一些添加物的人，健康。所以我是从自己开始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周遭的朋友，然后后来就现在有 FB 有部落格，然后就帮我分享。太棒了！所以他的料理也是属于健康型的，尽量就不加味精之类的。是，是中餐还是西餐比较多？我是以西式轻食，然后或是西式的一些传统的家常菜为主，这样子。那你办过这么多的宴会，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听说你跟有一位大导演，你的业主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办过很多很特别的，那但是如果说真的比较特别跟难度比较高，是在几年前，就是李安导演，那时候他的《少年》拍的首映会的庆功宴，哇，对，这大团啊，那时候呢，就是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团队有各国的人，对对对，全世界的电影人，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想说啊，李安导演是台南人，对，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台南的一些东西放进去，所以我把一些台南的食材是特色的，比如说蛋仔面，不是那个棺材板，螺肉。螺肉油鱼蒜，哦，雷辣蒜哦，对，听起来就流口水了。对，还有一个台南很特别的是一种丝墨鱼，但是他们用一种叫做类似普洱的腌制的一个蔬菜，但是很酸的，是用那个来去炖汤，然后配丝墨鱼，太棒了。是，李安导演吃到有没有觉得都是家乡味的感觉？有，其实那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那时候他们工作人员说。李安导演他喜欢吃镇江醋配生辣椒，还有酱油，口味很重，特别棒，重对，了解了解，哇，不简单，因为这个是属于国际级的 party 啊，对，要让这个宾主尽欢，也要让李安导演有家的感觉，厉害，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回忆了啊，恭喜你，好，这个相信呢，大家听完之后一定都饿了哈，对，哦，这个时间讲这个真的受不了，变宵夜了，来了，我们赶快来玩游戏了，各位，好，那这么厉害的大厨，您的手游平常有涉猎吗？在手机里面？哦，旁边在，我是平常在旁边看。你看谁玩？是看 Christina， 所以要派你出来吗？太好了，各司其职哈，一万变两万，三关过两关 ，OK， 加油啦！好，来，请就战斗位置，来请。好，加油！
第一关要进行的是，哦，这个很简单，来茶器，把它打爆就可以了。对，耶、yeah, ，他真的有在玩，他动作很快耶，爆了爆了，恭喜过关，轻松过关，这个非常的 easy 了，对，好，下一关，好，来 ready go， 准备啦，好来了，几只？对，他很激动，砰，高兴。哎呦，太棒了！加油啊，加油！有，他好强！拍他真的对了，拍他真的对了，对，比电脑还快。对，哇，再来，再加！哦，你搓小力一点啊！电脑，你看电脑还在惊叹号哎！错了，重算！啊，被他抢走了。嗯。哎呦，好强哦！感觉快要赢了哦！对，加油加油！我们来看结果，电脑青铜器也变垮了，一定赢了。赢了，答案是5-41，过关。拍他就对了，很紧张。拍他就对了啊！你也紧张啊？我看你很专注哎。把它撞坏。好，恭喜！我们来宣布一下，奖金现在。1万变2万元 ，double。不过呢，我们是必须要继续接受翻倍的挑战。是的，同样的水踏，但是呢，速度会变快。对，难度会再增加，但是只要你过了这一关，2万马上可以变4万块。真的哦，可以休息半个月啊。好，还是 Christina 来挑战吗？确定吗？哦，她好像对这个手游很专注哎。对。哦，各位朋友，我们要为他们加油，2万变4万，加油！请就位。不要紧张。加油！再一次面对水踏，打气了。Ready go！ 快，打爆他！打爆他！用力！啊，有机会，但他也很快哦。快！好，电脑请算分，应该是成功了。结果就是 winner。哇，三关过一关了。对，来对，第二关依旧是要数青蛙，对不对？对，好，好嘞，来准备 ，Ready Go！ 好快啊，对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是。来，我们看同金结果到底谁赢谁负？有没有赢？好紧张啊，这看不出来哎。赢了 ，winner！ 我在旁边好紧张，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最近好像节目的游戏很难超过，都送不出去奖金。我就一直很希望。他来证明说我们真的没错，不怕大家来拿的，因为这个关卡是大家可以在家自己下载玩的，跟你手上玩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也作弊什么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就是看他的耐心跟细心。对，我们要宣布了，他的奖金从2万元变成4万元，恭喜，太棒了。哇，很棒哦，这个真的厉害。嗯，因为有的人是前面哈，他输了之后他就乱了，对，他就慌了手脚，他后面还又追回来。他刚刚那个什么，他男朋友在讲说，你知道吗？我跟他去玩那个丢篮球，投篮机。他说他女朋友玩投篮机，没有人赢过他。真的假的？那个都男生玩的比较多哎。对，认识的人啊，不要客气啦，你算是我们这半个月里面最厉害的。真的。好，恭喜，谢谢厉害的两位哦。派对高手达人也是电动玩具达人，很棒。接下来呢，稍待一会我们就有一个 lucky number 单元，人人有奖。休息一下 ，Are you game？ Yes。